大家好，我是啾啾妹。大家都知道，跟一群插画家阿啾、新塔米克、路人以及友人阿成，在2021年开了一个游戏直播频道。玩什么鬼啦？开频道至今已经一年了，我们不仅跟所有考生一起考过会考，跟毕业生一起毕业，恐怖的、哈扣的、合作经营的游戏都不是问题。我现在已经是各种游戏的形状。哎 ，baby， 你看，又打王了，艾尔登法环。哎 ，baby， 你看，有讯息耶，接下来左转很重要。完了，只是分开一年，老婆直接换人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这么专业的游戏实况组，直接把游戏融入了生活。我在线上实况组很少有人玩游戏玩得跟我们一样好，开飞机、跳伞，什么都是信手拈来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们也不是一开始玩游戏就这么厉害。很多粉丝会问，啾妹，我以前就好喜欢你哦，没想到女生也那么会玩游戏。我想知道你们开游戏频道的初衷是什么？哼，说的也是，我们玩游戏玩得这么专业，直播那么搞笑，在我们心里一定是抱着伟大的理想跟梦想，才支持我们在插画事业这么繁忙之余，还可以天天直播吧？没错，当初开这个频道就是因为。我们来玩这个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一定玩得更好，笑死！玩都玩了，顺便直播啊！大家就玩什么鬼吧？超随便的啦！想当初我这个单纯的插画家，还以为只是玩玩游戏而已，用我们平常画图的电脑就可以直播了吧？那可是高级的电脑哎，连做动画、剪影片都不是问题，玩游戏什么的应该一块小蛋糕吧？我们玩什么鬼啊？没有我的声音。我看一下哦，声音输入截取啊，电脑不能同时截取输出跟输入，我要用虚拟音响卡哎，太 man 多了吧，换电脑了啦。没关系啦，我再研究一下，网络上有教怎么用。刚开始遇到技术问题，基于金牛座省钱小贤妻的观念，总是觉得尽量克服，而且也不知道直播会玩多久啊，搞不好大家三分钟热度而已，过一阵子大家不玩了，呵呵呵。喂，太真实了吧？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技术排除 ，start。这个剧本游戏我们要先收集材料，好可怕哦！各位，按 Ctrl 可以蹲下。Ctrl 哪个是 Ctrl 啊？没有 Ctrl 啊？就 Ctrl 啊？是 Ctrl 还是 Command？ 我不知道哎，就 Ctrl 吧。滑鼠中间可以瞄准。你脚本也太重了吧？我的滑鼠没有滚轮啊。数字键可以换视角哦。我的电脑没有数字键，脑子不回头了啦。兄弟们，剩下最后一个素材就可以完成驱魔了。我找不到，到底在哪？快越天下了，好可怕！我躺在地上享受这荣耀的时刻。我们吸引火力超人，大家找我吧！来，我是招着我来。大兵，你满了！什么还没破关啊？我游戏跳掉了。大兵，你们假的啦！破关了啊！我们跟随魔杖波罗波罗的秘密去偷大枪。不用说了，我已经下单 Aris 十七电竞笔电了。果然是行动派帮主干得好。哼，看来你是蛮识货的。今天同一时间做个两段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嗜血老一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但我已经是原来的我啊！我怎么猜到了？我找到油了！我边直播边玩还不卡顿，看你要怎么追！啊！我死了！救我！好，等我补包，补包，补包，找到了 ！NVIDIA GeForce RTX 30系列独立显卡芯片，再加上视边窄边框，视野超广，找东西没难度啦！哈哈哈哈！太屌了，快去叫路人！好，我来双剑平。耶！好好玩哦！对呀，大家合称无间呢。哎，有工作人员列表哎。哇，这游戏的美术、音乐跟建模同一个人呢，太厉害了吧！画面太好了，我以为是真的。哎，我们去录影的时候也可以直播。可以耶，我这是笔电，可以带过去，超方便的。真的，好方便，我也要买。小心他来了！小心他来了！杀他！杀他！有内有斗内！还我老婆！各个插画家的直播趣事，请至他们的频道观看哦。